毕竟对女人来说，
家庭才是最重要的。就这样幸福的生活过了几年，他们的孩子开始上幼儿园，有人和他吵架的时候甚至喊他大妈，他开始在年龄担心他的老公不再爱他，毕竟男人30岁正是好年龄，女人就走下坡路。他真的很幸运，他的人生中没有遭遇过父母的抛弃，没有遭遇过男友的背叛，没有遭遇过性侵害和性骚扰，他真的很幸运。但有时候会想过去，他却感到人生中好像错过了什么。这些都是性别刻板印象，大家可能也发现了。性别刻板印象呢，是全社会的集体潜意识，往往很难被发现。这些观念呢，不仅男性有，女性也有。同样的，反对性别刻板印象的人呢，不仅有女性，也有男性。我们呢，之所以谈性别平等，而不只谈女权，因为性别刻板印象是针对任何性别。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是人们以不正确或不充分的信息为依据，而对他人或群体做出的错误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认知决定态度，态度又决定行为。同样的，刻板印象就是形成偏见和歧视的第一步。我们为什么要消除刻板印象和偏见？我们不从客观理智的角度讲，只从利害关系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无法保证自己所处的任意群体都不在歧视和偏见之列。比如刻板印象就包括性别刻板印象、地区和种族刻板印象、外貌刻板印象、年龄刻板印象、身份地位刻板印象、政治刻板印象等等。而性别刻板印象呢，是拥有了一定生理基础和更广泛社会基础的巴纳马效应。简而言之呢，性别刻板印象就是把人分为两类，一类呢典型形象是理性、坚强、事业为重、赚钱养家；另一类典型形象呢就是温柔、爱美、感性、需要照顾、重视家庭和爱情，然后把所有人按照性别绑定去要求和自我要求。性别是我们人生天生的、会伴随一生的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我相信除了天使和大西洋扇贝，我们没有人能摆脱自己的性别。性别平等主义呢，并不是让每个女人都变成男人，而是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做自己，不按照性别画地为牢。希望人类有一天对待自己和别人能够不以男人或女人、同性恋或异性恋、高或者矮、美或者丑、不同国家或者不同种族来归纳和定义。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歧视、偏见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看到性别刻板印象呢和认知会对女性的性格、工作和教育都受到影响，就在客观上影响了女性的平均收入，这又导致了在婚恋关系中需要男性承担更多的责任，同时资本向男性流动。同时呢，女性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而这一切又更加导致了社会刻板印象和认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你可以依照自己的能力从任何环节去冲击它，而打破它呢，则需要更多的人力和时间。我们要怎么打破它呢？首先，不按性别归因。很多性别刻板印象的形成往往在于归因错误，因为性别实在是最容易发现的生理特征。相关性和因果关系的区别是科学领域经常用到的概念。我们百度搜索一下女司机，然后再搜索一下男司机，我们就会发现，当肇事者就是女司机的时候，报道往往强调其性别，而当是男司机的时候，报道中就不再提及。这实际上呢，
的行为归咎于他的性别。辅佐性别定义，我们一个人能深入了解的人和全人类比起来，其实样本空间是非常非常小的。在没有经过科学的研究和统计下就做出男人都如何女人都如何的结论，是非常不理性客观的。不将统计学的比例差异强大于个体，其实我们都知道在美国黑人的犯罪率是要远远大于其他种族的，但是针对个体的黑人呢，我们仍然不能做有罪推论。同样的，对性别也一样。我们不能把人类的美德和性别绑定，比如像个男人一样，你真是个汉子，你是个纯爷们儿，你是个女汉子。像个男人一样，一个大男人就要如何，一个大男人就不能如何。我们也不去攻击不符合刻板印象的特征，比如你真是个娘炮，娘娘腔，不像个男人。不做双向标准，权利和义务相等。我们经常听到不少女性反对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歧视，他们怎么说呢？不应该说女人应该如何如何，这是性别歧视。但他们张嘴就说男人应该如何如何，这个不叫女权主义，这也叫性别歧视。作为女性呢，在日常吃饭坚持 AA 制或者回请，不收不明不白的礼物，力所能及的事情不做，不吃性别刻板印象的红利。举个例子，我有一个男性朋友，他在相亲的时候就因为提出了想和女方 AA 制被女生追着骂。最重要一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做自己想成为的人，不受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和干扰。所谓自由平等，我认为就是有一天只要不伤害自己、他人和社会，我们都会沿着自己的喜好做自己想做的事，做自己想做的人。联合国和世界女权组织报道，如果人类发展顺利，在全人类实现性别平等，最基本的性别平等至少要80年。我现在32岁，我觉得我看到的机会不大。我真心希望能够我今天的演讲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点世界观的改变，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点努力和希望，说不定我就能活着看到那一天了。谢谢大家。